随着2021年秋季开课的临近，加之美国全面疫苗政策的成功推进，各个美国大学均已做好线下复课准备，张开热情的怀抱，欢迎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的到来。六月过半，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逐步获得了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和 I-20， 正式开始着手准备签证。尽快取得你的 I-20， 尽快预约你的签证面签时间，只要有空余的签证名额，可马上先锁定，为面签做好准备。记得完成支付学费与全款。重要签证技巧攻略：一、首次申请签证的学生可以申请紧急预约；二、如果当地或就近的大使馆没有可以预约的日期，学生应检查并申请其他地区大使馆可预约的时间；三、如有团体预约的需求，学生可以与代理机构或律师合作，尝试在同一大使馆为去往同一所大学的学生预定团体预约。